你看，我如一果直万以一为他是跟我别的单男方生面说啊，喜欢啊，哦，我一直以为他对我没有感觉啊，都是我单方面啊，但他今天这样子代表他对我有意思吧？他一定有啊，而且那时候胎子找不到你，第一时间也是先问我啊，他都会先问我说你有没有在医院啊，你懂吗？好，我先去陪他一下。好啦，你先去跟他聊一下。我的妈！我也不能说其中一任吧，我说我现在在，因为这 RP 跟现实要分开啊，我要怎么讲啊？哦，不赛死鬼要多吃哦，看你要不要跟他说。好啦，其实我今天下午有查，也是说就是要补充啊，就是又要把养分全部补充回来啊，可是又不能太过量，太过量。蛮不错啊，诶，这样我有球棒又有球棍，好爽哦！好啦，至少开始敢就是动刀麻醉了，因为麻醉就用敲的把它敲晕嘛，然后在身上砍几刀，就说我在开刀。不过真的也要有人把现实演进 RP 了，你是说隔壁棚的吗？一定会啊！我昨天有讲啊，很多都是你为了融入角色去扮演他，就是你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扮演他啊，反而就是你走不出来啊。像很多人不演感情戏，就是怕出不来啊。兔子也是怕我投入进去啊，可是我说不用怕啊，反正我一开始本来就是我这个设定就是不会谈恋爱啊，就是。我们当哥们就真的当哥们那一种，我把你当哥们，没想到你真的把我当哥们了这种，反正就是这种啦，我不会谈恋爱啦。计程车行分裂啊？你是说那个嘛？就是因为拉群组这件事情啊？可是重点是，群组是游戏外的事情啊，懂吗？不该是拿进游戏内的事啊。如果是说他们在游戏内的群组的话，那应该可以啦，可以就是真的在游戏内吵一下。如果是在游戏外的话，我觉得不该在游戏内外这样子吵。我觉得老板娘应该我最近因为在玩，所以都没去补 BOD，我觉得她应该真的很难过吧。那个上帝有说跟 RP 番外。可以拿来用，哦，是哦，哎，我觉得这跳下去真死人了吧，我也要跟他住院个3天了，哦，好吧，既然上帝都说了，那我们不能说什么，是吧？来运动一下，开合跳，那开合跳可不可以一直跳啊？跳个两下就没力，很好笑哎。啊，一下两下，然后没力，很好笑哎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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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加失败。这个应该是套套，观众真的全部都比实况主走近哦，对啊，对，我这每次去看别人的台都超好笑的。单吗？我怎么没有看到有单？哇，他买车了哦！哇塞！
我要买一台，我就是想买那台啊。我那台啊，我要先问院长，不然我其实已经可以买了欸。我的钱，喂，我现在讲话有点呛，因为这边81万了欸，可以买了。他该不会是要开那台车跑山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已经变成支持奈奈跟直接把奈奈看成不好听，我真的觉得这是超过了欸。学长，这个自撞加油站啊！哇，这个要人工皮肤欸，等一下哦。我准备一下哦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真的很麻烦欸。这个先生怎么称呼？钢铁人啊，帮我们钢学长。铁人，你怎么全身都烧伤？来，学弟分你这些，这是人工皮肤。那等下就是先刚帮明他明把，明撞到是杆子，为什么杆子会爆炸？好好，你先不用说话。这个院长有教过我，我有边看边做。那现在就是先把衣服剪开嘛。然后帮伤口清洁消毒。等一下哦，这边会比较久，因为伤口有点多，面积很大。杆子会爆炸这件事情，我没看过诶。知识。因为小光跟阿花也曾经开直升机直接坠毁，啊，当时就是我处理小光啊，然后院长处理阿花，他们也是全身灼伤，那当时就是有去补货啦，不然人工皮肤当时差点不够。那学弟就清洁到这边，那等下就是要贴人工皮肤哦。好的，好的。那还好，当时小光也是没有烧到蛋蛋啊，不然真是叫阿巴了。你要帮他检查一下等待有没有问题吗？没事没事，他只有上半身有烧伤啊，还行还行，都成蛋蛋了啦。没事啦，小光还是会爱你的啦。讲之后回来医护，我一定把弄蛋蛋这件事情弄干。没有了啦，已经没人在弄蛋蛋了啦。那贴完之后就捆上绷带啊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要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没事没事，我也还要穿压力衣啊，压力衣要等绷带都弄好再穿上去。对啊，因为钢铁人这时应该在啊之类的啊。那你要时常复健哦，因为压力衣这要拆掉，然后再重新绑上药啊。好啊，你等一下自己要小心哦。
这很贵耶！公告，灼伤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哦。大面积挫伤算吧。好啦，我弄得差不多了。那等下医药费是6000块哦，你再给我决定就好了。然后帮你打点滴，那你这样开车会不方便啊？穿压力衣开车，会不会跟你工作有影响到啊？要不要跟你们老板说？这2天就回来了。好，那不然你就开车开慢一点，骑车也骑慢一点啊。帮我传个简讯问，跟老板讲吗？帮我问一下院长。院长还是老板？院长啊，院长，我现在不太方便行动。你要我帮他问什么？帮我问他说，我现在可不可以直接进医务？进医护吗？好，我帮你问他。啊，院长电话在哪里？啊，这个等下要改掉名字。讯息传了啊，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啊。啊，原来是关他刚麦。刚还在跑山呢、啊，哎，是哦。看来他那一群人在恢复得跑不啊。错啊。哎，院长叫什么？铁森索伯格哦。算了，我青菜爬。等一下哦，看他们开台，我去看一下 ID。哦，铁森索伦伯格，好低好低，啊，吃个广告啊，反正现在没有人。好，晚安晚安，哎，对，3点了，好了，我准备休息了，感谢啦。好啦。那我准备要关台喽，李世民，很晚了。怎样？是平常都没事做哦？怎么看你每一单就是都是你在动啊？哟，今天晚上他们比较忙哦，他哎，跟学长下班出去了。我问一下哦，现在到底可不可以就是打说？谁接单啊？因为以前院长是说我们回简讯就可以了。他们什跟我么？说那个，就那个是比较麻烦啊，打上去也可以了。哦，现在是可以打上去了吗？手机真的很不难知用哎。道啊，看现在院长怎么样啊？因为现在也不是我当啊，因为之以后才会换我小心肝，啊。嘿，是。我可以下床了吗？可以啊，你下来尿尿或走动都可以啊。那我尿完尿还要再躺床上，还是我先？你还可是我以，先回家，可以啊。谢谢拿你的你，盥谢洗谢用你。具。啊，我对要给啊。你多少钱啊？那个医药费什么的。不用啊，医药费不用啊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好，谢谢你，小心肝，谢没谢。有，我明天再找你好吗？这个是正，这是不用收钱的啦，不是我对你特别好啊，你不要误会，这是真的不用收钱。
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的，谢谢你。好好好，那你醒来再跟我说。好好，我明天再来找你，谢谢。好，慢走。要不要叫人载你啊？一个人可以吗？我想要叫那个前夫，那家伙过来啊。好，你叫他来啊。应该是叫计程车吧。没有，他的车停在这里的样子啊。还是学弟打给院长啊，我差不多要先下班我也差不多了。了。啊。那我自己问他好了。哦，好啦，抱歉呢，因为那就辛苦你看了。他没有回我。院长，我钢铁人啊。哎呀，问你可不可以这样，可以就直接进来。哦，啊，好啊，我在医院等你啊，我继续躺着。哦，好累哦，还是我真的去当渔夫钓钓鱼啊？当医生，哦，一开始的医护就是你到定点后救人之后就走了，然后就只是收个1200的医药费，那个是系统给的医药费啦，就收个1200就走了。啊，现在是都要带回来诊断，就像刚刚那些麻烦的手续，还行吗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担心啊，因为拿掉这种，我心情也很五味杂陈啊。没事啦，就，你还在吃东西哦，慢慢吃哦，对，慢对不慢起，吃啊。应该啊，啊，我怎以么后了？还能有孩子吗？这要看第二次能不能成功啊。有时候也不是你的问题啊，只是如果三次都失败的话，对你子宫来说，可能也是痤疮失败率会更多啦，可能以后就不能生了啦。啊，不要想太多啦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呢？我啊，本来找他和好了，嗯，多多多，结果后来他跟我说，哎，我就觉得不太能接受，哦。就，对啊，虽然他一直觉得说他是开玩笑，但是我觉得。就放弃了，对啊，就算啊，了吧。嗯，虽然他一直好像，他今天好像跪了很久吧，但是我觉得，而且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在一起，是。那个是什么？外星人吗？外星人，外星人，怎么最近外星人都不会消失啊？啊，当宿醉吧。怎么钢铁人也在这？他刚刚，诶，你刚不在对面病床，刚没出听了到点吗？意外啊！哎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抢了你的单。因为他们那时候叫我去修我，我不知道，原来你接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有发单子。之后技工的，是嗯，对。不是？对啊，我后来没接是，我可能这样就会来医护了。我后来本来想说打个简讯跟你道歉，结果我发现我没有你的电话，你电话是多少啊？64093。打两没次，我看一事啊，下那哦。个小事而已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哦，对啊，其实我本来想有一个记事本，是记下以前他们的病历之类，可是想太累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就不好意思。是啊，那是可能像啊，养没乐事没事。多每天嗯。进城都是不小心摔到还是怎样的饿死，这样子，刚才也记不完啊。那、啊、你怎么在医院？嗯，小夫直接把我丢包在山路上了。这样子对你，你说谁？小夫哦。对啊，然后他说什么？跑完了还发现人没有在旁边，还没发对现。啊，真的有够差劲的，我等12分钟啊，哦，是，超好笑。不负责任呢。真的是烂透了那家伙，他只在乎他的新警员小蛙。难怪大家叫他前夫，他只在乎他薪水到没吧？我真的是刚差点没把他掐死。哦，真的是像母汤啦。这家伙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，真是烂透了。对啊，之后不要跟他有任何来往都没。他现在欠我9万块医药费呢。哦。那就没办法，你还得被迫跟他交流一下。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他要分100期付款啊。9万块也要分100期，他妈的，他不是薪水对8500？呀，你就知道，我就说你就多偷点薪水，你就能还钱啦。他还跟我说这个，烂透太了。夸张了吧！他这家伙哦。真的是没被打断腿过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视钱如命哎，受不了。难怪人家说越有钱的人越抠，他就是特别抠的那一种啊，难怪那么有钱。他只有对那个小蛙，就那个新来的警员特别大方而已啊。难道是好女色吗？我也不晓得，他就嘴巴上说什么他没有对他很好啊什么的，那个钱啊什么叫上手哥谁四喝万醉了？块。来帮我帮他修车，你看这个不是特别对他好吗？说谁喝醉了？哎、欸，什么唱一首歌10万块啊？你被丢包9万，还要分100期是怎样啦？对呀，你看这家伙超夸张的。哦，对，你蔬果要多补充一点哦。什么东西？你蔬菜水果啦，也要补充一点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对，拉夯，拉夯，来聊喂，天啊。哎，怎么有人躺嗨，在那老边邓，了？他你喝衣醉，服不救一下？他喝醉了啦。他叫我不哦，要那理你们在聊他。什么？哎，拉夯，我们在聊小夫。拉夯，我听不到，你们声音好小哦，你面罩脱掉了。拉夯，这样子哎、欸，没可有以。啦，刚才小猫跟我讲说，小夫带他去山上，然后把他丢包啊。然后医药费9万块，他还要分100期才还呢、这里，哎，你怎么倒了？没有啊，我又回来了。你在哪？我在外面欸。你进来啊！我不知道我在哪，哎，我这是去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哇，我直接飞到一个不是医院的地方欸。你该不会是飞到顶楼了吧？还哪里？我不知道啊，但现在就是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我是要跑回去吗？你可以打我手机，然后用你的 GPS 吗？就是你传你的简讯给我，然后我去找你，因不为嘞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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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不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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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打不嘞给不我嘞吗？不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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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喂。
哎、欸，傻眼。你在哪里？等一下、哦，我在想，我要不要？你，挂我电话。厌世、喂。欸。喂，我现在在那个有一个拖吊厂附近，我有一台车被卡在拖吊厂，我想说我顺便去签。哦，好，那就直接来医院啊。对啊对啊，我等下等我，你等我。好啊，好，拜拜。是我太胖吗？我遇到最复杂的一对，你是说套套一一吗？在跟女朋友讲电话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女朋友啦。不然你在跟谁讲电话有人刚刚跟我进医院，但是我好像把他挤到异世界去了。他说顺便去拖吊厂把车接回来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接他。好像在拖吊，没有啊，他的车在拖吊厂，他说顺便来哇，我不知道。啊，说不定他离拖吊厂是很远的，你要不要给他，就是叫他给我 GPS？有啊，刚刚也是对，说那啊，你以后就一变院呀、长嘞、啊。好，那、啊、他说什对么？啊，我以后就变院长了。哎呦，那时候院长前一天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高楼。你爆麦、欸！他说什么？他说他看到拖吊厂，然后他说顺便去把车开过来，所以这边等就好还啦。是我现在直接去拖吊厂找他好了。好，你问问看他。那个，哎，我给你鱼啊，好啊。我去捕鱼了，身上没有鱼。没有，刚刚煮汤都给小猫了，不然你可以自己煮啊，你自己煮给它，这样不是比较好？记住吧，然后你帮我整吧。嘿，你刚刚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在做什么事情？就是帮他准备他的月子餐啊，然哦。后帮你做饭，你能帮我讲好话吧？好啊，不然他现在也不想理我，我只能去嗯，打扰他，我怕他心情受影响，好啦，然我后再他帮身你体讲，又出什么意外。我再帮你讲好话啦。哎、欸，他也是为爱很那个傻哎、欸。敲了一次，那个我看好像隐约印象中，我可能是我做没有梦啊，吧。这个是，我觉得他可能自成一个流小派男啊，生。每个人开刀都有个人风格啊。像院长就是吸大麻，嘿嘿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像上次我帮，你像上次我帮院长就是走一个日本寿司的风格，啊，真的吗？你怎么开的啊？然后我开刀一定要放音乐，我不放音乐手会抖，我放那个黄金传说，你知道吗？钢铁你说侠，那个哎、欸，院长对，在外面，要去帮他。我放那个，然后帮他开刀，然后拿那个寿司刀，他娘的，院哎，我长，以为是，我他娘的，我差点被他吓死。不愧是我亲手传出来的人。院长总是要继承你一点风格啊。院长发光啦！至少现在能开车啦，行动比较方便一点。院长，让我抱你啊！不用，你很丑的，滚开。我只跟女生抱。好，切掉。啥切掉？我他娘的下次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院长，你说什么？我刚刚刚好出去了。啊，刚刚。啊，对了，你有去跟你的那个申请离职吗？啊？你的那个前老板什么啊之类的，哦，我有传讯息跟他讲了，可是他好像没看到啊。没关系啊，我已经很早就跟他预告。反正你有传啦，你懂意思吗？嗯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很早很久就跟他预告说我要离开了。
狗瑞迪，你可能要跟那刚那个套套一样，去重新给外星人调整一下，我才有办法调整你的职业。哦，所以你是指我要？哦，先上班是不是？你有上班吗？现在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我先去忙一下。我上班了，院长。来来来，还是我要先睡一次。我先看一下。所以你刚刚跑去车那个吊车的地方？对啊，在那附近。哇，怎么那么强？好，那这边聊吧。这边也看到外面。好好。所以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哎、欸，你要进电梯哦。没有，我不知道啊。没有，这边聊就好了。这边可以看到外面啊。没有啊，就你不是跟我说，就暧昧期拉长一点，我也是想拉长一点啊。可是他刚刚。就你知道嘻嘻吧？嗯，乱源啊。对啊，他就因为他一直跑来乱啊，而且听老板娘说，就我那边老板娘说嘻嘻好像蛮喜欢我的。嗯，所以他就是一直很 care 我跟套套的状态。等一下，他很想点我。等一下，有人来。我看到有人。小猫怎么了？小猫 ，Where are you？ 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在干嘛？我说你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没有啦，在心理咨询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。是我打扰到你们是不是？嗯，你找我的话，等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好啊。好啊，那你不要跑哦，你不要跑，你不准跑哦。啊好。好，你慢慢走出去，慢慢走出去。好。好，你慢慢走出去。好了。我回来了。好，哎、欸，你跳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学到一招、欸，哎，就说地上有蟑螂，跳一下这一招。你那个躲攻击很厉害、欸。谁？教你啊，我教你。怎么用的、啊？你想象，你有个滑鼠右键按着，对，这样子会一直蓄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现在就是一直狂跳，不要按方向键。一直狂跳，想象就是一直狂跳，好了哈，然后回拳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猛哦！这个是比较被动啦，就是如果你要打你的话，你就是准备喽，就是你就是一直狂跳，然后这时候再攻击就可以了，你试试看。哎、啊，不是啦，等我先回你啊。好。对，就是、啊、对，就是这样。等一下，太多下，我要死。对不起。抱歉，玩太开心了。谢谢啊，就我觉得我学到东西。哇，你去哪里学这个防身术啊？你知道医护真的很无聊，无聊到在研究这个。不是啊，我刚自己讲一半啊。好，你说我先听。反正就是，反正最后的状况就是因为套套他把我载去山上，他刚刚把我载去山上，哼，然后我其实蛮不安的，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已经先质疑我了，因为人家是客人嘛，如果他质疑我啊，他质疑我就是今天 Hiki 他是客人，所以他来质问我说我跟套套是什么关系，他说你是不是套套的女朋友？我说我不是啊，而且套套确实也没有跟我讲，就是我们也没有确立彼此的关系跟身份嘛。嗯。对啊，然后他就先质疑我这一点啊，就是说你跟他的口气是说你跟嘻嘻讲，我跟你不是，你不是我女友是吧？他是这种口气，就是虽然是发讯息，可是对我来说，我看到这个讯息，我其实蛮不舒服的。嗯，然后后来我就来医院找他嘛，然后想说找他谈谈，就是面对面讲比较清楚，就他就是要理不理那样。后来他就跑去开车说我们出去聊，这里太多人。然后出去他就把我载去一个山上，然后我就哦为什么要来这，他就说看风景啊，我就好。那后来讲话上面我就只能看他到底想要怎么样，因为我真的
我真的觉得很怪的点是，其实我本来真的算是还蛮喜欢他的，可是好，去他这慢样慢子走。反过来很不信任我，我觉得不太行诶。就是说对你没有信任这样子吗？对啊，你看我做这个工作，那他如果每一个客人都要这样子一次，我还怎么做啊？对啊，这就是你们这种特殊行业会遇到的啊，他不能包容你，对啊，就这没办对啊，法啊。那所以你们是正对式的啊。吗？刚刚在山上的时候有稍微讲好这样，哦，这样有谈好。对啊，现在谈好。那再观察吧，就不要勉强自己啊。不像知刚道，我刚现也在有已一经什对。么都不懂了，你吗？我真的已经不太懂，我觉得脑子很乱啦。睡觉，不要喝酒就对了，喝酒没有用。好啦，我再帮你观察他。我看他买好多车哦，连医护的车也买了诶。他那么多钱哦。他那个医护的车好像是院长借他钱的。哦，因为我也想买那一台啊，我觉得那台比较轻诶。可是我离职的话，那个车就没了哦，啊。对那啊，你现在有钱吗？有啊，我有钱啊。那你怎么不买一台你自己的车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借酒消愁一下。你不讲我都快忘记可以借酒消愁。不要打我，白痴哦，没我有的没有没牙齿有，掉了啦，不是我不是很我臭。不是我不是我，我没有打你，你你刚刚什看么错意人思？了，你刚刚看错人了，你看错人了啦！我少来等一下啦，我帮你绑鞋带啦。哦。我喝醉还揍我，什么意思啊？打醒你啊，不要喝酒啊！最近才有一对，就是因为一直喝酒，导致他们感情破掉的啊。谁啊？就刚刚外面的啊，谁啊？谁？一个叫养乐多的啊，就养是，乐多？对啊，出了太多他女事朋友情，谁啊？我知道他那个车行的事，他跟我讲。对啊，也不算女朋友啦，当时我是感觉到他们已经快在一起了，但是就是因为车行的事情让养乐多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变成一个很颓废的人啊。有人就是看不下去啊，安慰他很久了，但是就是拉不起来啊，干脆放弃掉他啊。那看了什么意我思？也很难过，好啊。你脚下好像有蟑螂。我是不怕蟑螂啦，我在帮你踩它。啊，你还行吗？要不要抱你出谢去啊？喽，我怕被看到又要被讲。不会我现在做啦。什么？所有人都唯我是问呢，我好像只有你这个朋友觉得你很哎，可好怜惨。呢，对吧？你看我的眼镜、帽子都被你打掉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好像看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不见。我的眼镜哇，嘞？你现在才发现你看不见我啊？的眼镜嘞？你真的很看不见哎。我的眼镜嘞？等一对不下，起，我把它打下来。你是要抱我出去啊？啊，对，我不能乱抱你，一下8000块。哇，你不要啊，我是跟你是朋友，不要计较这种事情我啊。的眼睛你在要不要？哪里？他说什么？你去哪里？我在找我的眼镜，它很可爱，你有看到它吗？没看到。哇，好吧，啊你这样子等酒醒再开车吧，还是要请拉哎，夯来？他刚刚有说要去载你。啊，他怎么会在这啊？他今天一直就是出现在我附近他到处找人啊，他说很无聊啊，有时候来医院看看这样。我的哦。衣柜不在这里，我的眼镜，我的啊，眼镜。你找眼睛加油啊！我要回家休息啊，我喝醉了。好。我到眼镜了，太棒了。我们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哎，不要酒驾哦。你们是谁？有人要酒驾，这个有人要酒驾，阻止太扯他。了啊！他酒驾，他想酒你们驾。是谁？你干嘛？
我叫你帮我修车，你他喝酒，哎、欸，修车还有一个啊，后面还有一个啊，修车，后面还有一个啊，你现在什么东西？一女生，一你不是有带牛奶吗？牛奶，牛奶不是听说越喝越醉吗？我先把它带进去好了啦，小心。我们刚刚把它带进去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有喝牛奶，你牛奶还有剩吗？然后结果，我先把它带进去喝一喝、啊。不要靠近我。然后结果，这是谁？哎、欸，嗨，哦，你的面罩不见了，我还以为你是不知道是谁。没有，刚刚氧气罩被人家打掉了。一瞬间不知道你是谁啊？可以，那以后氧气罩就是我了，太好了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哦，那你的、欸，你之前的车子也不见了吗？只剩这一台了、哦。都在啊，还在，都还在。哦，好，反正回来就可以再开就对了。那个你就这样给他放走哦，酒醉的人。不是啊，我看到小夫在，就想说交给小夫啊。不是啊，他身上明明就有牛奶，为什么不让他喝？我不知道喝牛奶可以哎、欸。因为之前有人喝牛奶喝到更醉了，是不是过期啊？没有啦，那个现在可以啊。我、哦、现在可以了哦。我叫他喝牛奶。哦，好。强迫他喝一下。我下次遇到我再强迫他。嗯。哎、欸，回来了。他在这啊。啊，我怕你被撞啊。哎、欸。你不要抓我。小心你不要小心你没做错事啊，你有啦，你做错事啊。你要看一个。小心你先。你先把他带进去吧，小心。我要怎么带？我先敲昏他吗？你可不可以把我放开啊？可以，我只要到里面，我马上把你放开，马上。好了，不要让他乱跑啊，小心。我能的话，我想回家。想回家，等你醒好不好？你有没有牛奶？你喝牛奶就可以回家了。我给你啊，你不要动。我看一下。我给你啊。几个啊？五个吗？来，你喝喝看。刚刚听说喝了有用。有啦。嗯，好，那你就可以骑车。因为酒驾被抓到的话，要会罚钱啊。好。好啦好啦。那人家跟。谢谢。有，他喝牛奶了。你们跳一下。有蟑螂是不是？嗯。有，没事了。有啦，他现在酒醒了。没错，你不是说你喜欢喝牛奶？你下次如果真的不小心酒醉，可以喝牛奶就好了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那你现在干嘛？他想要回家。回家睡觉，好累。哦，好，那晚安哦。晚安。干，三点半了。嘿、欸、嘿、欸。打架吗？再来啊。我好像发现一个没有办法闪的，你帮我试一下吧。这可以闪哦。我以为这不能。我以为那不能闪呢、欸，有防御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要教你怎么闪吗？闪我会啊，我是没有，我是在刻意让你打，哦，测试一些东西。哦，来啊，那再来啊。对啊，再一次。所以是我打你还是你打我？都可以，就正常打架这样。好。因为也要考反应。哎，怎么不会挡？好奇怪哦！好奇怪哦，好吧，大概知道了。啊、你要几点睡觉？要睡了啊，该下班了。我等一下还有私下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情？跟你讲电话。画画啊，用个影片上传到 YouTube 啊，听说会赚钱啊。干你、啊，这没 YouTube 啊。对啊，所以。
有啦，你不要看到那小趣事吗？就三床在那边啊，给人家看啊。那个是那个、哦、短片网站，跟那个不一样啊。啊，我被骗了吗？好吧。啊，是小短片而已啊，小短片而已。好吧，那我就上传到那边啦。那这边上传到哪里？哪个平台会赚钱啊？嗯，叫什么网址啊？上传。其实我也没在用这个呢，你看我的报章也都没什么人看啊，就是有啊，我都有看啊。真的啊，谢谢你。对啊，你的很认真呢。感动。我连我第一天被田学姐就直接上报了，谢谢你呢。啊，有些时候就是也不是故意要写你们来争取什么点阅率啦，但就是。这边也没什么真的事情可以研究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医护也差不多啊，真的要找事情做啊。嗯，好啦，拉航你也辛苦了。阿坤还在吗？阿坤下班很久了，他今天没有上班啊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啊。我再看看我要干嘛了。好好好，你早点睡，你都很早起呢，你。就没有啊，下午就一边入城，然后在城里面发呆嘛，然后打打日志，晚上才看有什么发生的事情的。哦。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很少啊，我就很头痛，我日志不知道怎么写。不知道怎么写哦，就写、啊、涛涛跟依依告白啊。啊？涛涛跟什么？依依呀。哦，你是说唱那个吗？唱歌告白啊，对啊。啊，他们之后还有什么那个吗？所以刚刚依依姑娘就是跑来跟我聊他们的事情啊。哦。欸、啊，你可以写啊，你就说。啊？我说他们两个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我听他们说是在一起啊，然后有参加歌唱的不是也说他们在一起了？感觉上是这样。嗯，啊，我是有跟那个依依说暧昧期拉长一点比较好啊。可是就那种公众场合告白，你也知道女生不好拒绝啊。哦。对啊，啊你也可以说。你回来当医护了。对啊。你这件好帅哦，我要去换。打架，打架。他很帅啊。他最近要练打架，你帮他一下吧。打架。好啊。可以挥闪，闪是那哪个？没有，跳是那个闪是跳，原地跳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要被包扎一下。对啊。钢铁人，你补一下，补他。你根本就没有受伤啊！我海啸了，那算了，我休息。有第一次海啸我的妈、啊！我海啸了无线电跟你说一下好了，你不在？我被冲走了，那我就不上班喽。好，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好啦，那今天开在这边啦，辛苦啦，还陪我陪到那么晚的。我们，海啸就是断线啦。我靠，钢铁人你在看台哦。好啦，那就关台啦，感谢各位啦，拜拜。啊，好累哦。